来，儿子吃饭。等会儿。昨天晚上啊，丽萍啊带了一晚上孩子没睡好觉，这一大早送孩子上学然后上班，等会儿他回来你可别吃独食，知道不？敲门了，去开门。哎呀，丽萍回来了。来来来，哎呀呀，正好今天妈做了你爱吃的鱼啊，吃饭啊。在好、啊妈再去做几个菜，你们先吃。快去、看给我老婆辛苦的。是吧，我先尝尝，这吃多了不好，尿酸高。哎呀，咸了，妈卤的咸了。我尝一看呢。等一下，哎，掉了。来，看，你吃，你吃吧，吃，吃老婆。咸吗？还好啊。有点咸。你怎么样？你们辛苦辛苦了一天，回来又得带孩子，我来给你弄。这字多，你擦擦一下，把喉咙卡住了。是吧，咔嚓一下卡住了，我来弄。好，你把肉扒下来给我吗？行。哎，吃鱼头。吃鱼尾，有头有尾啊。你尝尝咸的。快尝。吃饭老婆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又辣了？又辣了是吧？赶紧吃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，多吃一点啊！你看你想吃什么夹啊？太辛苦了。妈真香，哎呀！这样吧，这金水都给你了，吃鱼脑补人脑，吃鱼眼补人眼。多吃点啊，你这又熬夜又上班的，眼神不太好。这让我怎么吃啊？哎呀，家老婆，你不喝一口啊？妈，菜好了没？哎呀，你快点。丽萍不合胃口，你今天做的菜，你看给他不胃口啊！我给你夹了这么多，动都不动，筷子都不动。那这煎蛋，你吃一下这煎蛋，行，是你最爱吃的，还有菜啊，等着啊！你再整整个菜，老婆等一下。你看你都不吃，要不我来分享吧？啊，一共是五个蛋，这四个都给你啊，这一个给我行吗？这老婆这。你说实话，这煎蛋太油了，我咽不下去。来来来，那个炒豆皮，这可下饭了，接着吃啊！走。对了吗，儿子？嗯、吃，再来面，再进门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加分。可真是气死我了，都说了别吃独食。哎，妈，这豆皮啊吃起来豆香味十足，越嚼越香，而且特别入味，你炒的这一定很贵吧？啊，贵什么贵呀、可划算了。哎呀，来哥姐姐呢，给你们啊介绍一下这个豆皮啊，它这个啊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的，里边啊就只有这个大豆粉、饮用水跟食用盐，其他乱七八糟的可都没有添加啊，所以家里有老人小孩啊就很适合去吃这个啊。
你平时啊买回去以后，这个温开水泡5分钟，200开的话泡个10分钟，拿出来炒点青红辣椒啊，炒点五花肉啊，特别香，特别下饭啊。现在夏天到了，拿来凉拌一下，放点花生米，可好吃了啊。下火锅用来涮锅也是很合适的。现在还有活动啊，这么一大袋3斤重，只要10来块，还给你包送到家。喜欢的哥哥姐姐们，去我直播间拍一下啊。那这是挺划算的啊嘛。挺划算呀。一品是啊，一品来。这，你怎么不吃了？你看妈她也不喜欢吃你做的菜，哎呦，这挺好吃的。怎么了？今天没胃口啊？怎么一口饭都不吃啊？妈，我不吃了，我去带会孩子。那带孩子去啊？行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她不喜欢吃啊。嗯。给我滚出去！哎呀，老婆，快起来！起来！哎呦，摔疼了，老婆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、啊？脚都脏了，洗脚，吃饭啊！把老婆的可乐喝了，给她整点陈醋润润喉。哎呦我的妈！臭儿子，竟然想欺负我儿媳妇，赶紧先给她换过来。人都去哪了？今天这早饭是真的丰盛啊。真是我亲生的，对我真好。先别着急，先吃点这个配菜。配菜吃一点。你还有菜？妈还有大菜呢！快！哎呀，来！儿子，哎呀！哎我的妈！快伸手！大青龙啊！大青龙。要不这给他吧？我一个人吃不下。你吃吧，老婆，我给你看个事的啊。你别笑，陪你聊啊，吃吧。多吃点。我最后赚一个原因吗？这大龙虾我要一个人吃。那我先吃吧。急什么呀？别急，这个啊很鲜的，你啊先吃点这个黄瓜，来吃个黄瓜，先开开胃，等会吃这个更清甜啊。黄瓜我吃啊，好。这龙虾是我拿嫁妆钱买的，为啥我一口都吃不上啊？算了，有得吃我就满足了，更何况今天这馍香软开胃，很合我胃口，吃着比龙虾还香。妈妈忙活了半天肯定也饿了，给妈妈也弄一个吃吃吧。多吃点啊，吃饱了点。哎，你不用给妈，你先吃饱。老公你吃吧。我不吃，你们先吃吧。先把他们都喂饱，我要自己一个人吃龙虾。这馍真的是越吃越爱，配着这些食材，味道更上一层楼，香软可口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好吃，你这吃起来香香软软的，玉米味很浓郁，好好吃啊。妈，这肯定很贵吧？贵什么呀？哎呀。给哥哥姐姐们也介绍一下，咱们家现在在吃的这个夹馍啊，叫玉米夹馍啊，不是普通的夹馍，它这个都是膳食纤维啊，特别好的啊。平时啊，你买回去以后啊，就冻起来，要吃的时候呢，直接拿出来放到蒸锅上蒸个5到8分钟，蒸熟了、蒸透了，直接就能吃了啊。用来配点这个培根啊，这个黄瓜呀、啊，配个煎蛋啊，就是一个中式小汉堡了，特别好。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，就很合适去吃这个啊。现在下单还有活动呢啊，这么一大包啊，只要10来块钱就能包邮到家啊。
喜欢的，哥哥姐姐们赶紧去拍一下啊。妈，那你多买一点啊，买一点，我还没吃完呢，别让吃。哎，我给你吃点呗，要不然还是你吃一边吃啊。厕所吃，别影响我儿子吃饭。走走走，上厕所。哎呦我的妈！哪里都忘不了吃。走吧走吧，你去厕所。怎么了？你去厕所吃。我儿子要吃饭。哎，还好我也在大楼下。啊，吃楼下。啊？什么意思啊妈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吃你的壳吧，就知道吃别人。